曾经的凤飞恋爱得如火如荼，死去活来，终于在网友们的惊呼声中结束了。可是没想到多年以后两人各自离婚，36岁的谢霆锋再次选择了48岁的王菲，这段注定不被人祝福的爱情就这么发生了。谢霆锋还是那个谢霆锋，帅气依旧，王菲也还是那个王菲，不顾一切，就是那么敢爱。王菲1969年出生于北京，中国流行乐女歌手、影视演员，她是华语歌坛最具标志性的人物之一，在音乐方面有非常高的贡献。她以独特的嗓音和飞驰唱法在世界获得很高的知名度。王菲像是一个传奇人物，活得潇潇洒洒，波澜壮阔。与李亚鹏离婚之后停止了更新微博，也很少出席任何活动。王菲有主见有个性，她的性格很耿直，以前的王菲那可真是气场十足，天后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。网友纷纷称赞这气质太赞了，随随便便一站就是一道风景。明星虽然经常注重保养，但是毕竟王菲已经48岁，素颜看上去还是略显老态，想象得出荧屏中的王菲化妆有多浓了吧。一向都是以个性示人的王菲近日素颜现身街头，正在打电话的王菲一脸愁容，可能是天气太热的原因，上身穿的衬衣都有点粘在身上，毫无违和感，这样的折装也太随意了吧，很难跟天后想象到一起。